大会主席, 代表全体与会人员, 恭请总统。 现在,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,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 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。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，迎向未来。17岁的蔡云如，身为总统，我的使命是维护 国家生存发展，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，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。各位国人同胞，中华民国，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，能够发挥影响力，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，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。 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，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、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。在国际情势越混乱的时代，台湾将更沉稳，赋予自信与茁壮，成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力量。 主席请就位。走。